我们在考察加拿大的时候，加拿大投资环境很好，我们想把整个北美甚至世界上的我们的科研发这科研的理论的中心是放在加拿大。那么我认为呢，这个随着美国越来越封闭，很多人拿不到美国签证，他们就完全可以在加拿大去开会，在加拿大去投资，加拿大去发展。那么我们认为加拿大的生活环境和条件和美国差不多，所以我们把它准备来把在美国的大规模的研究的这个方式在加拿大大幅度的扩大加拿大的研究，建立了这大的这个